我们现在要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个课程啊，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简单的介绍。化学，我想不是我们爱吹牛哈，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门哈。我们常说科学里面啊，至少我认为啊，科学里面有三大支柱，也就是数学、物理跟化学啊，所以化学是科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OK， 那么它是很多科学的一个中心啊，一个科学的中心，它跟生命是相关的啊，生老病死啊，离不开化学啊，跟医药有关啊，你要解决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的话，最终还是要靠一些药物，这些药物都是化学药品啊，不可避免的。你的生活食衣住行离不开化学，你没有办法脱离化学而存活，包括你自己，你的身体里面在现在这个时刻，在任何的时刻都有不知道多少重要的这些化学在经营，不然你就完蛋了啊。当然透过化学我们可以制造一些 chemicals 啊，这些 chemicals 可以帮助我们过比较好的生活， OK。那么它也跟环境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各位的这个科系啊啊，尤其着重啊跟生态之间的关系啊，那要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是环境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人类啊所制造出来这些 chemical 所产生的问题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还是必须要回到化学的层面啊来思考啊如何的解决。我们要过比较好的生活，我们需要好的材料啊。那现在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过环境，对不对啊？我们这些材料我们也要思考说如何跟这个环境是可以相容的，有好的相容性啊，可以代谢掉的。所以我常觉得你今天学材料的人，如果今天不懂化学的话啊，甚至于不懂有机化学的话啊，有很多材料现在都是跟有机化学相关的，那我其实觉得，那这样子的一个材料系，各位，你如果把化学学好，你可以轻易的击溃他们 ，OK， 好，食品不用讲啊，各位心有戚戚焉，对不对啊？这里面用到太多太多的一些化学品啊，那如何的去适当的运用它，那是一个学问了哈。所以食品跟这个化学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化学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各位多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化学它除了是让你了解这个化学的一些问题而之外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门课程，因为这个课程里面帮助你学习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OK， 那今天我们是一个科学的课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 ？OK， 各位也可以说在一个科学的领域里面。所以有没有同学可以愿意来分享一下你对于科学的看法？什么叫科学？有没有同学愿意表达一点意见？在你心里面什么叫科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主动的发言？没有的话我可能要随便找几个同学问问看你们对于科学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自动发言一下？没有的话，那我下来找找同学。我喜欢找后面的同学，来看看后面的同学对于科学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Alright， 来这位同学，你觉得科学是什么？你认为科学是什么？你一定喜欢科学，对不对？你喜不喜欢科学？不一定，不一定。很喜欢啊，很喜欢，我喜欢这个答案。所以你觉得科学是什么？科学，对，你觉得科学是什么？研究，科学是研究，不知道的，研究不知道的，研究不知道的事，
OK， 好，这是一个想法。好，下一位。对，我们再来找找看另外一边。哎，刚刚这位同学是什么系的？啊？什么系？园艺系。好，那我们应该要找一个生机系的同学来看看啊。这个，来，你往前移一下。来，这位同学，你是什么系的？生机。生机系，你看，不错不错。所以你觉得科学是什么？你认为科学是什么？这很困难的课题啊，蛮艰深的问题，蛮艰深的问题哈。OK，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正解的东西啊？有正确答案？有正确，科学就是有正确答案的东西。OK， 所以你看，各位学科学也学了一阵子，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来突然问你一个问题，说科学是什么，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去说明，对不对啊 ？OK， 那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必须要提出我的看法，对不对？什么是科学啊？我认为，科学是一个透过实验的方式啊，以及观察实验的结果啊，去企图解决。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或者是解释了在大自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一些变化 ，OK， 好，从而我们能够创造出来一些理论、一些想法、一些模型，进一步的去预测，透过这些理论啊来预测，然后。最终的目的当然，就像刚刚一位园艺系的同学穿紫色 T 恤的同学他说的，他最后的目的是要来解决一些我们的好奇心，对不对？我们可能非常好奇，希望能够知道生命是什么啊，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它是用什么东西所构成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好奇心啊，以及从这些好奇心里面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如何的去改变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长生不老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都会死掉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人一定会死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等等的啊，那科学啊，在我的想法里面是如此的。那，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啊。但我的意见只是提供各位来参考一下啊。那么，当然透过我们刚刚的说明，你看可以理解到，那科学基本上它也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一件事情哈。那你要去做这个科学的时候，你要去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去solve 一个 problem 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做一个所谓的 literature search 啊，了解一下已知的是什么啊。那 literature 我们中文翻译称它为文献，我们要了解文献里面有些什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要 search 太简单了， Google 一下，对不对？ OK。当然在学校里面，在学术界里面， Google 不是唯一的工具，更重要我们还有很多各个学门里面很重要一些资料库存在，台大提供了很多这些重要的资源， OK， 你必须要学习的去运用它，它是很可以帮助你了解很多的问题啊。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些尤其针对于化学而言结构性的问题啊，很多的东西你必须要了解它到底如何发生的时候，不可避免你到最后一定必须要回到这些化学结构的问题，你才能够知道问题的所在在哪里。那它所牵涉到的化学反应是什么，反应跟结构是息息相关的，你学的越多你就会越感受到这一点。那透过文献的搜寻，
那了解结构，了解这个反应它的本质，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它的机制是什么，它发生的机制是所谓的 mechanism。 我们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动力学，就牵涉到如何去透过反应速率的快慢来推测这个反应它发生的机制是什么。那了解反应的机制，也就可以了解我们问题的来源啊。比如说一个疾病，一个疾病你必须要了解它，你不是只是了解它的现象，它发烧怎么样的啊，它呕吐啊，你真正必须要回到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化学的因素导致这个问题的产生啊，你如何的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你如果了解了这个机制，你把这个机制给他给抑制掉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呕吐，就不会有发烧的这些现象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机制是什么，了解的机制就可以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如果是一个疾病的话，你可以投药，对不对啊？你就可以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那提出解决的方案是一回事，但是你必须要透过实验，也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研究，科学的方法就是透过实验和观察，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科学的方法它有一套特定的一些做法，这也是我希望我们在学化学这个学门学完了之后能够在各位的心里面建构的。 OK，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有实验的课程要多用你的眼睛啊，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啊，甚至于味道，不过味道各位要很小心啊，不要随便乱闻啊，可以远远的 ，OK， 把这个把那个气味拉过来，不要直接拉到你鼻头下面去闻它，那很危险的哈。好，观察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所谓的定性的啊，定性的，另外是一个定量的。那我们这门课我会说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也非常着重在定性的了解上面，因为我觉得定量的处理往往是比较容易忘掉的啊，但是定性的一些规则那这个记得是比较容易记得，如果你有一个方法能够透过一个理解的方式的话，它是比较容易记得，而且它比较能够帮助你即刻的运用。计算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数字要能够取得，然后透过一些计算是比较复杂一点啊，所以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虽然我们这门课也会在考试的时候，如果纯粹从考试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不可避免我们会有不少的一些计算在那地方要考各位还是必须要会啊。但是就长期而言，我觉得定性的部分它是很重要的，也是可能你比较容易记得。那么你有了一个观察啊，那我们就会开始提出一些想法，一些假说 hypothesis 啊。那从一个 hypothesis 啊，在某种程度上它等于是一个理论啊。那理论存在一个目的，就是要能够帮助你去预测啊。那如果这个 hypothesis 这个假说是正确的话，你应该会预测到什么？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对不对？你要能够预期是什么，能够预先的看到啊。我们人类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我们希望能够预知，对不对？那个乐透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对不对啊？这样你可以变成一个大富翁啊。那所以 prediction 是很重要的。那你当然必须要去测试，对不对？你的这个理论是正确与否啊。就是你有了一个预测，那你就可以透过一些实验 experiments 来企图去证实
是不是真的这样？你的预测是不是对了？啊，这个乐透奖明天开奖的话，哎，是不是你这个预测你算出来，你透过什么统计的方式，哎，你预测到了，啊，那就代表你这个理论不得了了，啊，你的这个实验或许并不能够跟你的预测相符，啊，那就会导致一些新的观察，新的 observation， 而且你往往会发现真正的一个好要能够预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会有一些很多很多的错误在，啊，你就你在做了实验以后你会有一些新的观察，这些观察就包括了定性跟定量的这些观察，你注意到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cycle 的源头，再继续的去修正你的 hypothesis， 修正你的理论，新的预测，新的实验，新的观察，再回过头来一直不断的 repeat 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科学的方法。我们如何透过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去得到一个好的理论，进而成功的预测，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的好奇心，以及造就我们人类的幸福，如果讲的比较远大一点的话，对不对啊？好，我们希望我们的能量不会匮乏等等的，我们粮食不会短缺等等的，对不对啊？这些都需要一些透过一些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像个名嘴一样随便他乱讲，没有任何的根据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相信的。好，终究你可以创造出来一个理论，一个好的理论，那它可以成功的解释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啊？但是永远要记得，理论是有可能会改变的。可能某一天有人会发现，哎，你这个理论有一些问题啊，做了一些实验，哎，这个发现到你的这个过去的旧的理论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那可能有更新的东西必须要创造出来啊。所以理论是可以被修饰的啊。好，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我们称它为定律啊。那定律是一个透过观察所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啊。那它很多时候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证明的啊。那我们可以说一个定律它基本上是一个 summary 啊， summarizes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谈到热学的时候，我们谈到能量守恒啊，那在经验上面我们大家都了解啊，那这是一个不可突破的一个定律了啊。不过我们铃声响了，我们必须要暂时下课休息一下。我们要研究科学的方法，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表达方式各位必须要学会的，这其中很重要就是一个单位的问题啊。那单位各位当然在过去的时候，我相信在高中的时候学过很多哈。不过我们今天这门课程，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在于说，你要企图慢慢的把你过去学过的一些中文的名词转换成为英文，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世界啊，你必须要对英文很清楚啊，你才能够查到更多的资料。如果只会中文的话，我觉得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同时岔出来提一下，就是刚刚有同学问我说，我们的考试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形态？考试是用英文出题的啊，但是你可以用中文来回答啊。当然你要用英文回答也 OK 啊，但是必须要我能够看得懂，好不好？你必须要对于你的英文很有自信 ，OK， 能够理解。那我其实这个觉得一些题目哈，你在回答的时候不要长篇大论在那边鬼扯，你能够把一些 keywords 能够说出来，我就知道你的概念在了。
哇，那一个勾可能就打过去了，哇，你写长篇大论，结果什么重点都说不出来的话，那没有意义，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好吗？好，但是有一个东西，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命名，那个一定是要用英文的，你不要用中文回答我，那我一定是把你打错了，好不好？因为那是学习的另外一个部分。好，在单位的部分，我们牵涉到一些尺度的问题哈。啊，那它有一些缩写，我们必须要有所认识啊。大尺度的东西啊，我们用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centi 啊，我们从这个 deca 好了啊，从 deca 开始啊，就是比较大尺度的啊。那大家知道一个 decade 是十年，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deca 当然很容易记得的啊，不过不太常看到啊，这个 da 这个 symbol 啊，这个代号啊 ，hecto 也是如此啊。那它是这个十到二次方啊，那 kilo 是最常见到的啊，这个。在英文里面哈，这个国外的这个这个尺度的这些变化，通常是以十的三次方为一个基准啊，所以十的三次方是一个 kilo 啊，所以大家常听到现在最常用这个 k 来描述什么？描述你的薪水22k 啊，你的这个收入22k 啊，还是36k 等等啊，这个 k 就是。以千为单位的意思，对不对？十的三次方。另外再上去一个等级，就是十的六次方啊。那在这个国际的标准里面啊，是十的三次方往上跳的啊。那就到了一个 mega 啊，那这也是个我很熟悉，都要搞电脑，对不对？你的这个这个档案 size 多少个 mega 啊？那你要谈到你的这个硬碟的容量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 giga 了，对不对啊？早年我们在用这个电脑的时候，那一个五个 mega 的这个硬碟就不得了了，现在五个 giga 都不算是什么哦 你一个随身碟你搞不好就可以五个 giga 啊，所以这个 G 啊 M 啊这些代号都应该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啊。那我会说，生技系的同学可能都比较在这种尺度里面打混，对不对？但是到了园艺系，你今天在研究一些比较生物的一些东西，它的活性等等，它的浓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低浓度，它就可以有很好的活性，啊，就是牵扯到一些微小的事物，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centi 对不对？用米来看的话 ，centimeter cm 公分啊，这个。公尺、公寸、公分，对不对？十的负二了啊，millimeter， 对不对？啊，是十的负三。大家在这个化学里面，我们在提浓度的时候，常常用所谓的摩尔浓度 （molar） 啊，所以 molar 前面 ，molar 的定义是一升的溶液里面，有一摩尔的溶质，这是 molar m。的意义，我们等下在后面的章节里面会稍微的提醒各位。如果在 m 的前面加上一个小的这个 m， 就是变成 millimolar 的话，那大家就要知道这是十的负三次方的 molar 啊，十的负三，这个是这个通常是用毫来描述的啊，毫升，对不对？ milliliter ml l 代表 liter 升。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micro，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希腊字啊 ，micro， 啊，十的负六。我们说过，在这个国际标准的这个尺度都是十的三次方在变化的，所以从 milli 往下掉一个等级的话，就掉到 micro， 啊，比如说一个 milliliter 还是一个 microliter， 啊，那就是十的负六次方升啊 ，microliter。一个药物，一个 potential 的药物，我们通常称它为一个先导啊，叫 lead， 先导药物。通常大概如果你看到它的生物活性能够在
一个 microliter 就有的话，啊，一个 microliter， 应该说一个 micromolar， 啊，一个 micromolar， 我刚刚说错，一个 micromolar 就是十的负六次方 molar per liter， 每一升里面只有十的负六次方 molar 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硒的浓度，它就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的活性的话，啊，那就可以成为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们在制药业里面称它为是一个 lead，L-E-A-D lead， 一个先导的东西。然后你可以透过一些结构的修饰，企图让它的活性变得更高。什么叫做活性变得更高？就是在更稀的浓度，它却仍然具有相同的活性，生物活性的话，比如说啊，一个药如果可以在 nanomolar，nano 现在是很热门的名词，就是所谓的奈。啊 ，nanometer 纳米，啊，那纳米是很重要的一个尺度，为什么呢？今天在化学里面，纳米这个尺度大概就是一个化学键结的尺度。我是一个有机化学家，一个碳的键结标准就是0.154个纳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化学里面，我们讨论到这些键结的长度的时候，我们讨论的这些 size， 就是在纳米的这一个尺度里面。那一个碳碳键结是0.154，代表十个碳拉出来的话，概率而言就是1.54个纳米，对不对？啊，那这个100个呢，啊，就差不多到了15个纳米。好，再往下掉。就跑到 pico 了， pico 是10的负12，所以如果你的活性还能够更进一步的进入到 picomolar， 哦，那很不简单，很少有药会进入到这个层次啊，所以大概 nanomolar 你大概就可以很不错了啊，当然你不是只看活性，你还要去看它的毒性啊，一个成功的药，我们不能只看它的这个活性啊。说明它的毒性更高，好，所以如果毒性很低的话，啊，然后它活性又很高，在这个 nanomolar 的层次就可以有用的话，你一天吃下去的那个量不需要很多啊。现在很讲究的一个药，一天最好只要吃一次，啊，不是一天吃三次或者四次，对不对？吃一次，那就 OK， 啊，最好是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了，对不对？啊，但是很少有药可以做到这层次。程度了啊，那再往下掉叫 femto 啊，十的负十五次方 pico femto， 以及再下去的十的负十八次方啊，十八次方叫做 atto， 那这些大概在浓度上面已经是很困难达到的啊。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如果今天牵涉到活性的话啊，但是在速度上面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尺度倒是蛮重要，啊，啊，一个化学的反应，它到底多快，啊，那有些是它可以到达一个所谓的 picosecond， 你能想到吗？啊，你能够想象吗？十的负十二次方秒，啊，有些，可以快到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啊，各位或许会听到什么 femtosecond 的 laser。等等的啊，这些啊，甚至于到了 atto 的十的负十八次方啊，所以要看你是什么样的领域，这些啊，可能对于各位而言会是变得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说，micro 跟 nano 是各位特别要注意到的啊，因为你的学门里面你有可能会常。阅读一些我们说文献，对不对？我们要看文献的啊，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我特别拿一个化学与化工绘制啊，美国的化学与化工绘制的一个期刊，去年八月份的，那他列了一个这个一些，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金属啊，这些都是一些金属，它的所谓的 toxicology 啊，它的毒性。那它在
在现阶段各个国家，这个 USP 是美国的 U 代表 United States， 这个 EMA E 是代表 European 是欧洲的，这个 ICH 是国际的啊。那今天我们如果看美国的标准的话啊，那它可以容许的 daily 啊 daily 的这一个剂量是多少呢？啊，那它是这个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 microgram，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 gram 呢？十的负六次方，所以你必须要清楚。你今天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剂量，对不对？十的负六次方克，每一天你可以被接受、被允许的。很快的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铅，你可能有机会碰到，你可以大概一天吃那么五个 microgram。All right，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镍，你也有机会吃到哦，说不定啊。那你可以容许的剂量是500个 microgram， 你的 copper 的话可以容许的是1000个 microgram， 1000个 microgram 等同于什么？就是一个 milligram， 哎，一个 milligram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那你如果是像这一个五个 microgram， 我看还不容易观察到的，啊，你恐怕要需要一个放大镜，啊 ，chromium。啊，前不久你如果注意书报的话，有些人是很担心，啊，你用的那个锅具啊，不锈钢，啊，不锈钢有些里面加了一些铬的，让我们顺便借这个机会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列的是 NC 是什么 ？NC 写在这个地方是 Not a safety concern， 啊，就是对于美国人而言说，大概不会对你的身体发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你不要太害怕。哎，不过欧洲人比较害怕啊。欧洲的标准是250，他认为说每一天你不应该吃超过250个 microgram 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 international 的这个标准，它是11个 milligram 啊，对，去掉三个零，11个 milligram。好，所以我透过这个表格，这个有趣的一个表格，让各位看到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这种尺度，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关系的，所以你必须要熟悉这些 micro 这些nano 的这种等级的啊。好，尤其对于各位这个学妹而言，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表哈，这是在各位显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2003年啊，那在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我们系上这个彭旭明教授哈，他是一个院士，是现在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哈。我看到他弄了一张这个投影片，这个挺有趣的哈。那这个投影片呢，他说的是他去参加在这个2003年的这一个日本的一个 conference 啊，一个会议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这个弄出来的，那他觉得很有意思，跟他要来了啊。那我看到彭老师秀的这一张，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种尺度的问题，那即使在中国古早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书籍啊，比如说清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清朝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啊，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数理经运》啊这一本。书呢，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尺度的一些名称，啊，我们的中文名称，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kilo 就是千，啊，hecto 就是百，啊 ，deca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十，啊，十百千万，啊，那中国的方式啊，它是用十的四次方在跳跃的，好，好，所以从万的话，它上来就是到了亿，啊，不过这个在古时候，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亿的定义，它其实看不同的书籍，它的可能这个定义可以有不一样的啊。那我倒是不是在这门课，我们不是要去讨论这个，我只给各位看一看，这是有趣的一个表啊。那再往上跳四次方，啊，就到了兆啊，十二次方，这相当于什么？是一个 tera。啊 ，tera， 我们刚好没有特别谈，我们刚只谈到 giga， 对不对？
giga 再下去 ，giga 十九次方，到了十二次方，就是所谓的 tera 啊，十的十六次方叫晶。那如果是往小尺度的走，分离毛，那这是日本人写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我们通常会说这是毫，对不对？好，另外你可以再往下啊，你看啊，这个该啊，这个字我有点忘了它怎么念了，好像是鱼吧啊，这是壤沟啊，见十的三六了，正在即四十八了。五十二恒河沙，不用我描述，你可以想象，对不对？恒河沙有多少？阿僧支，啊，十五十六次方，哪由他？这已经到了哲学的境界了，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了。无量大数十六次方，十六十八次方啊 ，OK 啊，到了佛学的境界了 ，OK 啊，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字哈，我看数理经韵里面它是用这个字啊，所以这是日本，我说这是日本人写的，我不晓得它来源是什么啊，所以这是子啊，这是子啊，二十四次方。那这个另外在数理经韵里面它用的是这个字啊，这个支啊，这个字也等同于那个指啊，它也可以发成为齐的音啊。那这个地方无量大数呢，实际上数理经韵是称它为无量数。OK， 好，那这个再往下啊，分离毫啊，这实际上应该毫啊，这个是丝的样子，然后忽微啊，这是也是细微的意思啊。这到微的话，十负六次方啊。这是为什么？我想我们现在称这个 micro 啊为微啊，再往下负七支沙尘埃秒末埃，这也是一个我们有机会看到的一个单位啊，是十的负十次方，十的负十次方啊，十的负九次方。我们通常称为是奈，对不对？奈，我们现在是翻它成为奈啊，叫说 nanometer 奈米。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今天在谈一个碳的间接，我刚刚说是0.154个奈米。那如果我们用 I 的话，就变成1.54个 I 啊，这是有可能你会看到，它是用一个A 上面打一个圈圈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表啊。我们这个课本我不是很确定它会不会用到这个尺度啊，所以这是一个各位必须 也稍微要注意的啊，这个 I 这个部分。好，那数理经韵里面它是用这个毫啊，但是我过去我自己我们小的时候就学的时候是一个毛，这个下面是一个毛啊，但是数理经韵里面是用这个毫，好分离毫，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用这个先啊，十负七次方是用这个先，再来你可以看到十负三模糊啊，缩寻须臾啊，瞬息之间十的负十六次方，弹指十的负十七，感觉好像这个一个弹指怎么会这么短啊？这个刹那十的负十八次方到了阿头了，六德。虚空清净，十负二十一次方 ，alright 啊，这个在意度的这些都到了一个比较佛学、比较哲学的一个境界啊。我特别上我们台大，我说过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库啊，所以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其实可以到这个我们学校资料库里面去找到这个，这个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的这一个版本啊 ，OK， 好。你可以找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哎，啊，度法丈以下曰尺寸分离毫，你看这个毫，丝，啊，他现在用这个是丝，忽为先沙尘埃秒末，以下呢是模糊
啊，搜寻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净。啊，另外这个尺度，啊，这个十百千万亿兆金该子，然勾践正载及恒河沙阿僧祇啊，或者阿僧支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尺度的一个部分。好，刚刚看了好玩了啊，那现在我们真的要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科学里面我们要做很多实验，对不对？实验就很多的观察啊，观察就会有不准度的存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我有点不太确定，可能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特别要去强调是在这一个所谓的 uncertainty， 就是不准度量度 measurement 的不准度的问题。刚刚说过一个量度它永远会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 uncertainty， 就是不准度不准确性。我们拿这样子一个例子来看，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模拟一个所谓的 burette。 burette 是什么？是一个滴定管啊，滴定管的话液体填满了，对不对？你大家或许做过滴定啊，你没有做过的话 你马上就要在普化实验里面做到啊。你填满了，所以那个最上面一开头那个最高的位置是零，然后你往下滴，对不对？你要做酸碱滴定等等的，所以那个尺度是往下变多的啊。所以在某一个位置20、21我们切出来看，那这是你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水溶液，对不对？是一个酸的溶液，或者是一个标准碱的溶液。大家知道因为表面张力的问题啊，以后我们会谈的。那你看到的是一个下凹的一个界面。那我们的标准这个观察所要看的那个位置，我相信各位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是以这个最低点啊，这个 curvature 的最低点啊的一个切线过来所切到的位置。好，你可以确定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尺标的，你知道这是20，这是21，这中间是10个刻度，所以你知道这第一个刻线在20的第一个刻线之下是 20.1 啊，这是我箭头所指的位置，对不对？好，所以它下面的另外这一刻度我没有写的就是 20.2。但是很不幸的，现在你这个虚线插进来的是介于20.1跟20.2之间，20.1，所以你的真实的数值一定是大于20.1，小于20.2的，这两个数值是绝对确定的，没有任何的混淆，任何人来看都不会看错，对不对？但是它是到底在这没有刻度的20.1跟20.2之间的哪一个位置？这个不同人来看，它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看，我觉得那是20.3，你可能觉得20.4，或许你觉得，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看觉得它是20.5，或许你会比较觉得它是20.2，你就会发现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因为他观察的角度啊，以及即使是同一个角度他看的他的那个判断也不见得一样啊。比如说你可能登录的是一个20.13，好，也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把它登录下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前面20.1我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错的，所以它被称为是一个 certain 的 digits， 这个 certain 就是确定，一个不会错的，任何人来看都不会看错的。当然也有可能看错，对不对？那是因为你不小心，好不好？啊，你把20.1看成20.2，好，但是它会有另外一个位数，是最后面的这个尾数3，是可能会飘动，啊，它就被称为叫做 uncertain digit， 因为这一个 digit 它是估算出来的 estimated， 啊，它是估算出来的，是可以容许有一些不同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实验本身就会有的一种误差，是可以被接受的。好，这是我们对于一个我们登录的数值，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如何。通常最后一位都是 uncertain digit，
前面的这些所有的位数都是 certain、okay? 同时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只能够容许一个 uncertain 的 digit， 也就是在后面我们只接受一个位数是不准的，那一个位数三已经不准了，你怎么后面还会有呢？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以前我有一个专题生，明明我的天平啊，我的天平只能够量到这个毫克的单位，这个只能够量到毫克，然后它后面的这个估计值在这里，可是它却能够报出来，这个位数跑到这边来了，我就不晓得它怎么掰出来的啊。就是说，你不会说这个东西比较像是20.135啊。站在一个科学的一个大家接受的一个角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已经不准了，后面的那个五更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只接受一个 uncertain digit， 好不好？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Right? 我给各位看一个例子。如果你修有机化学的话，你会需要学到一些化合物结构鉴定的方法，这里面包括了一个所谓的红外线 IR 红外线啊。红外线的光谱啊，这是一个红外线的光谱，是一个化合物，cycle 环这个环几铜哈，不需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只给各位看一下，哎，这个有机化合物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红外线的光谱。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了哈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就是电脑会帮你处理这个 data， 对不对？这个电脑就帮你 read out 出来，啊。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号的啊，这个讯号在这里啊，我们不要看一号，我们看二号比较像一个正式的讯号，对不对？可以看到这个是2938.98，后面这个数值只是它的这一个所谓的 percent transmittance，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啊，这是它出现的位置2938.98，你是不是就这反正电脑的嘛？电脑怎么会出错呢？就把这数字全部搬到你的记录上面去了，对不对？不对，这是电脑，电脑是人设计的，所以你在看到这个电脑给你的这个报告的时候，你的脑袋瓜子要稍微过滤一下，你要去做判读的，你不是就把它这个一模一样的拷贝下来，你要注意到这张光谱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resolution 是什么？解析度。它告诉你 resolution 是多少？是四个 cm 的 minus one， 就是我们称它叫波数。OK， 也就是它告诉了你这个机器，我这机器，我顶多只能够看到四个波数的差异。啊，它可能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digit， 就是说电脑里面一个 data。一个 data point， 这两个 data point 可能就相隔四个 wave number， 那你怎么可能看到这中间差一个 wave number 的呢？ Right？ 机器会有它的限制的，先天的任何一个仪器、一些设备等等，它会有它的限制，你必须要去了解。你是人，对不对？机器是人设计的。换言之，你会去登录2938.96吗？你不会，你如果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人的话，你知道你的准确度只能够看到这一个这里，只能够看到这里，对不对？这个2938的8那个地方已经不准，它的后面的什么0.98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你真正是有概念的人，啊，你应该是以一个科学的方法、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登录的。好吗？啊，所以，后面各位要开始做实验。我希望各位要开始养成一种习惯，你这个在你现在至少在这个学分里面，而且我认为你的学分也跟科学是息息相关的。哦，你应该要去要求自己忠实的哦，去正确的表达你所取得的数据。啊，你在做任何计算的时候，你不要太
你知道你手上那个小的电脑，那个弄出来的东西，它不会管你这个数字的正确与否，对不对？啊，它可以给你八个位数，啊，你必须要去判断什么地方之后是必须要舍去的，是没有意义的，好不好？哦，我看很多同学就直接就把那个电计算的时候，这个电脑上面有多少位数就全部 copy 过来了，代表你被机器掌控，哦，而不是你去掌控这个机器。这是我放这张图给各位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好，所以这个解析度的部分各位要特别的注意。另外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有效数字跟计算的部分。我们刚刚谈到过有效的数字，对不对？我们说有些 certain digit， 有些 uncertain digit。 那问题是我在计算的时候，我在操作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OK， significant figures， 我们有时候就用多少个 digit 来说明，哦，OK， 它有些规则。首先我们在判断一个所谓的 significant figures 它有多少个 digit 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零的问题啊。那如果今天是非零的一些整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话，这些数字永远是算在你的有效数字里面的，好不好？好。问题出现在零，你如何的去处理啊？那把它写成一个规则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平常我相信你大家都很清楚啊。有所谓的 leading zeros， 什么叫 leading zeros？ 就是，在所有的这些 non-zero 的 digits，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前，如果有任何这些零的话 ，OK， 啊，那而且是没有小数点的啊，我现在讲的是小数点之前的啊，那这种零是不算在里面的，不算在有效数字里面的啊，说零零一，那就还是一位有效，哦，那前面的零是没有意义啊。但是这种啊，这个0.0025啊，零点像这个0.0025啊，是在小数点之后的啊。那如果今天在这些整数之前都没有任何的一些整数的话啊，那这三个零也同样是不计算的啊。同样不计算 ，OK， 好，不晓得为什么不见了。好，那另外，captive 的 zero 就是这种形态的，被两个数字夹在中间的这种零，它是要算在里面。也就是说，这1.008是算为四个 digit。像刚刚的这一个0.0025只能算成为是两位啊，前面的三个零是不算在里面。好，这是四位。另外 trailing 的 zeros 就是在这个整数的后面啊，整数后面的，那如果它是在小数点的前面的话，那它是不计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说2500你这样写的话，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两位的有效，两位的有效，意思也就是说，前面这是 exact， 后面这个是 前面这是 certain， 后面的这个是 uncertain， 啊，就是不准度是在五这个部分。OK， 那如果是在小数点后面的零，你知道25.00，我们通常就是25嘛，那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的话，它是必须要有意义的，所以在小数点后面的零，啊，这种在后面的叫 trailing， 那这是算在有效数字里面，所以这是四位，25.00是算四位。我们来做一点点的处理，2.500这四位的，我们乘上10的三次方的话。那当然小数点就移到这边来了，就变成2500。但是我们刚刚说过2500，这理论上不是就变成了这后面这两个零不算呢，那这不是就变两位吗？
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四位有效啊，哎，怎么你只是做一个做一个单位的一个换算，十的三次方，对不对？这个不可能会有任何影响你的准确度的问题啊。那你应该仍然是四位，对不对？啊，那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共同的做法是在最后面打一个点，在这里，好不好？所以你在看书的时候要很小心啊，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个点的话，那代表那个点前面的零是要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说这代表了是四位，这个没有打点的是两位，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具有混淆性的，对不对？那我会说这不是经常会见到的做法，好不好？课本里面会提，但是真正到了外面你看文献等等，很少看到有人会这样做，因为你其实明明的可以怎么样用2.500乘十的三次方来表达啊，因为这样子来写的话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你就是四位有效，好不好？哦，所以但是今天在我们读课本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这样，那你要知道它的意思，你不要忽略，你不要以为是它多打了一个点。好，另外我们要提到这一个所谓的exact numbers 啊，exact 是绝对确定啊，那这种数字啊，那它不是透过，基本上它不是透过量度而来啊，它是或者是它是来自于一个定义的，像这样子的number 啊，就是所谓的 exact number。 像刚刚我们提到你只是一个尺度的一个单位的一个问题啊，你乘上了一个十的三次方或是一个十的负三次方，那个变化这不应该会影响到你的有效数字嘛？啊，那这样子的数字我们称它为 exact number。 所谓的 exact number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就是无限有效啊，无限有效，总而言之就是说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准确度的一种数字啊。比如说2πr 对不对啊，我们的这个算我们的圆周到底有多长啊，它跟 r 之间的关系啊，半径关系，那这个2就是你可以说就是一个定义，对不对？就是一个公式里面的一个东西，不是你量的啊。那这个2它是 exact number， 它不应该会影响到你的准确度，你的准确度应该决定在哪里？决定在于你 r 的量度，因为 r 是你用实验测出来的。派是一个圆周率啊，大家也知道那个3.1416的，那也是一个无限位数啊。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到底是不是 exact number， 你也知道，总而言之，这个派很明显的，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实验的这个准确度的啊。所以你的准确度完全决定于这个 r 啊。另外有一些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比如说八个苹果啊，你明明就是八个苹果嘛，你不可能说8.1啊，8.01、8.001，不可能会这样。这种数值，我想大家很容易确定的啊，它是一个 exact number 啊。OK， 虽然你可以 argue 说这不是个用眼睛量出来的 ，OK 啊，但是我想，我们真的要着重是在那个意义上面啊，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也可以看很清楚，知道它不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一个单位的换算，比如说一个 inch 是2.54公分，那这就是一个单位的定义就是如此，它们之间的转换如此。2.54虽然有三个 digit，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准不准确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单位的换算，所以你的量度才是真正决定的一个核心。好，所以这2.54来自于定义。那么在数学的计算上面啊，我们分成两种形态，一个是乘除啊，一个乘除。那乘除的规范是在于我们要用那个 least precise 的 measurement， 它的位数来决定你最后得到的那一个数值的
准确度啊，到底要取多少digit？ 比如说，你拿一个三位的去乘上一个两位的，哦，你用你的电脑去算，你可以算出来，比如说6.384，你变成四位。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比较不准，对不对？是只有两位，这个地方有三位，那乘除的规范就是，最后我们只能够取两位，以那个最不准确的为基准。啊，你虽然有一个比较准的，但是这个准确度会被这个比较不准的破坏掉啊。我们最后只能够取两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最后用四舍五入的方式变成6.4，好不好？这是八进位。过去当然各位从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你说这些进位啊，就如何舍去？你有完全舍去法，你有完全进位法，你也有四舍五入法。四舍五入法是我们在科学上面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是我过去也很奇怪的发现，我很多的研究生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喜爱的是什么完全舍弃法。 OK， 就是管他的，就6.3了，哦，这很奇怪，这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些搞科学的人的一个正常的认知，虽然那可以是一个做法，好吗？好，你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反正是四不准嘛，啊，你到底是6.3、6.4不重要，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一种规定，对不对？我们要遵守这个规定，不然会有点奇怪，好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例子里面，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乘除的做法是如何。但是，经常的各位哈，会有这个一些问题，就是我在做一系列的计算，我最后出来那个答案，我到底要在每一步里面去抓这个有效数字，还是到了最后来取？其实两个方法都可以啊，你可以在每一步里面去取得它的这个位数，然后到然后最后出来那个结果，要不然就是你在这一系列的处理出来最后那个复杂数字，你最后应该两位，你取两位。我理解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导致于你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说过，实验的数据它是有一些不准确性在，啊，通常那样子的做法原则上应该大概只会在一位的误差范围内，啊，不过你去看这个课本会特别说，你的这一个可以容忍的这个不准确度大概在5%以内，可能就是上下10%，哦，所以你不要太紧张 ，OK？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计算方法对不对，好吗？哦，在考试的话，那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很奇怪，哦，在考试的时候，他就会算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数字来，明明是指列队，哦，那我就不晓得你们怎么搞的，哦，就是算出来一些奇怪的数字。那一个题目啊，有些时候那个普化那个题目就有点复杂啊。那个题目啊，我看了个半天，哦，明明觉得你这个式子好像是对的，啊，就怎么算出来就是一个很离谱的答案，那，这个很讨厌。因为你如果是式子对的，你理论上应该算对的嘛，对不对？哦，你如果我看到那个正确答案，我就勾过去了，结果我看了不对，我就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你的式子是怎么列的，对不对？就是造成我们这很困扰，啊。很不爽，哦，就是奇怪，最近多按几次好吗？你用那个计算机多按几次 ，All right， 好，加减用的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概率的逻辑存在。我们来看这个加减，啊，这是一个加法，啊，12.114位、18.03位、1.013四位，这全部加起来变成31.123，对不对？你的这个计算机小计算机给你这个答案，但你必须要做一个判断，你知道12.11。Uncertain digit 在这里，小数点后面第二位，但是18.0三位，它的不准度在这里，1.013它的不准度在这里，这全部加起来，你知道这里已经不准，所以下来这个数值这一位也应该不准，对不对？那不用讲，这里也是如此，这里更是如此，所以这个31.123，你知道1.123这三位都是不准的。我们原来的原则是什么？只取一位不准，哎，好，所以这个数值。我们应该登记下来是31.1，四舍五入，哎，哦，所以
这才是应该你用的数字，而不是就把那个你的小计算机上面有的31.123全部抄过来，那我要扣你的分数，好吗？代表你没有注重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共同的标准，这些准确度的问题。好，那这是有关准确度的问题，让在我进入这个化学讨论之前，让我们稍微 overview 一下，一些过去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化学这个领域里面，他一些重要的发现，复习一下各位在高中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些概念。OK， 大家知道在化学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源自于啊一些科技的发展，啊 technologies。Technology 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些实验嘛，实验实作等等的，就是 somehow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做出来啊。那慢慢人会去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慢慢才有一些理论会建立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构筑于哈这个化学是构筑于一些科技的啊，你会非常意外的发现，这个早在这个3-4千年前，这些古代中国人、古代埃及人，他们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技术的存在。好，但是要到了大概纪元前大概100年左5-600年了啊，这一段时期的这个古希腊时期啊，好。那这些希腊人啊，你知道他们是奴隶制的啊，他们很多的家事啊，很多的事情都是奴隶帮他做。那这些主人的这些希腊人没事干了，对不对？啊，就开始天马行空的在那边想这个想那，啊，就开始好奇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啊？这个世界到底的本质是什么？万物的本质是什么？大哉问，对不对？啊，不得了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你在更小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还是只是老师告诉你 ？OK， 好。不过呢，今天我们铃声响了，我们只能够停留在这一个大哉问。那我们要下课休息一下，我们下次来继续。